上课喽！哎，没有人了，上课喽！哎呀呀呀呀，完了完了！啊，怎么都回应都没有？那么，吃饭了没？还没。啊，我也帮不上忙，我自己买。OK， 大家好。好。OK， 有人不好的吗？没有。有没有人不好 ？Let me 看看。OK， 好，大家都很好，都是好事。Yeah,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铁花村。Yeah, 我是村长。啊呼！好啊。Yeah. OK， 金神有没有来？来了哈。OK， 好。OK， 今天呢，礼拜五呢，我们这个台湾好音乐那个什么人才原住民人才培育计划的这个第二年。今年呢是第二次，那今年呢增加了一个班，是北新北市，北海岸班，花东呢是太平洋班，南部是大武山班。今天的演出，今天都是他们的创作，那大家呢今天对他们也很陌生，对他们的歌也很陌生，没有关系，但是都很多是用中文唱的，应该都听得懂。有没有听不懂？有没有外国人在这里？你们看看。Oh yeah， 真的几首？真的吗 ？Where from, baby？ Yeah， yeah， 那是我最好的英文。I don't know. OK， 好。那今天呢？今天的演出啊，会有这样子，一个唱完一个接啊，就接这样子，会一直在很快的换场，很快的唱。不过呢，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好不好？你们的掌声是给他们最好的鼓励。有没有家人的在这里？今天演出的有没有家人在这里？有。哦，哇，很多呢，哇！家里保全系统有设定好吗？过年快到了。好，那待会演出呢，各位的椅子不要再动了哈。啊，现在就不要再动，后面的朋友。待会演出呢，位置上不能够抽烟，唯一抽烟的地方在正后方，那边有拉一个红色的布，那边你蔡依那边呢，一次抽5根10根没有关系，但是抽完烟蒂不要丢地上，那边有一个水桶，了解吗？了解。哇哦，好像你们都在守灵呢。啊，铁花村还有几天，有没有注意？你看，好 ，OK， 还有15天哦。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了，个人13年半来，大家对铁花村的支持。那铁花村到年底就我们就熄灯休息了。大家呢要各自保重，有没有心情不好的？心情不好自己改进。好，OK。那我后面那边吸烟区呢，后面那边呢有一个什么铁花村的回顾展，你们有空都可以到那边去。那吧台在那边，汤汤水水的，有冷的，有热的，有喝傻瓜的，但是也喝到那个什么养颜的。不过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不好？未满18岁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了解吗？爷爷，好的，分。OK， 优秀的厕所在这里，优秀的厕所在这里，先女生再男生。你现场朋友，你有吃槟榔的，麻烦不要乱啊，不要乱吐啊，用个卫生纸接好，了解吗？好，越来越弱了。好，我们先不结束了，我们改成法会好不好？你们这么弱啊？今天呢，今天很多乐手都是给你们瞻仰的吼，今天。漂亮啊，心情放开一点。那吧台在那边铁花村的饮料非常好喝，消除体力，恢复疲劳，但是不要喝太多。还是村长还是再次提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希望大家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那今天呢入口在那边，大家有随时都可以走动。待会呢演出的时候灯光不会这么亮，地上有拉很多的线，那大家走动的时候眼睛放亮一点。好，再次提醒，吸烟区在那边，在后面，在后面。铁花村的吧台旁边也有我们自己的文创商品，都快卖完了哈。
还有200件，打折跟原价一样。那希望你们哎，在这个时候呢，年底就买不到了哈，能够买就买。铁花真的都是很实用性的。好，待会呢演出呢，大家都可以拍照，但是不要用闪光灯 ，OK？什么叫闪光灯知道吗 ？Flashlight，Yeah，Amen， 不要用闪光灯。待会呢，你如果说哎感觉到哎他的歌很好听，你们也可以把那个手机的灯拿出来，大家很亮一亮这样子，好不好？也亮一亮都 好。记得吸烟区那边，平常这边是吸烟区，不过今天不是吸烟区，在那边。刚刚村长敲钟的地方呢，你非表演工作人员不要经过那个黑布。那待会呢，我们铁花村也有很多的狗会走来走去，他们也都想爱音乐的狗，哦，也教了13年的礼仪廉耻，但是都没有用。不过呢，不要随意摸他们，你叫他，他不理你也没有关系，他们本来就有看不起人的那个本事哈。那大家呢，还是安全很重要。好，那你有带外食的朋友呢，你用完，麻烦拿到厕所前面。做一个分类好哦，那分类垃圾桶在那把它分类好。你如果有点饮料的朋友，哦，点饮料的朋友哈，空杯空瓶喝完，还有空罐拿到我们吧台那边，要了解吗？好，最后呢，我祝大家新年快乐。我请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及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身体健康，旅途平安。那现在我们就掌声欢迎今天的第一位表演者。方正，耶、yeah, ，他也是很帅的一枚，耶、yeah. ，蟠桃大会，夜长梦多。Matanglo, kita yang urusan kita sama.
掌声鼓励给方正。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铁花村。你们有没有吃饱？前面还有，哎呦，很像很饱，弟弟，你吃得很饱，很棒。前面都还有空位，在后面的朋友，你们可以往前。那欢迎大家来到台湾好音乐2023年原住民音乐人才培育计划的我在铁花村唱歌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一连两天，所以明天你还在台东的话，也都欢迎继续的来到铁花村的现场支持这些学员们。那铁花村呢从2010年由台湾好成立以来，就是只要有营业的时候就会有音乐演出。那这个音乐演出呢有70%以上都是由我们的原住民的歌手啊，然后来展现他们的创作，他们的故事。那因为在去年台湾好基金会觉得想要再让更多的原住民的朋友借由音乐来传承他们的文化或者是他们的语言，所以推动了这个计划。所以去年第一届，今年第几届？弟弟你真的太棒了，掌声鼓励给弟弟。好好，他有讲是不是？好，那今年是第二届。那其实第一届跟第二届我觉得课程的内容相当非常多的不一样。像我本身是铁花村的员工，那我们在这里上班也是培育计划的，其实是培育计划的一部分。我以前也是很害羞，不敢在大家面前讲话，但是在这里上班以后，接触了这么多的练习，也敢在台上唱歌。那台湾好基金会呢，就是希望更多的不管是原住民的音乐啊，或者是这些对音乐有兴趣的，他们的原创音乐可以让更多人听见，所以才一直持续的推动这个计划。那
去年呢，他们很单纯的就是上完课以后，然后就在台上展现他们的创作的成果。那今年呢，非常不一样的是，他们连幕前幕后都去学习了。像今天的这场活动，有很多很多都是学员们一起参与的。那今天还有非常特别参与的其中一部分就是主持，连主持他们学员们也都参与了。来，请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我在田华村唱歌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方正。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正。有没有觉得很面熟？有面熟吗？有吗？有没有速度很快？他就是刚刚第一位表演的开场的学员呀，还不而且他很认真哦，认真到什么程度？他换第二套衣服了，好像吗？明天还有一套哦，吼。对，明天还在活动，他也是主持人，然后还会有另外一套。好，那方正，你是这届的学员，然后也是刚刚的演出者。那在今年呢，你们的课程跟去年有什么的不一样？你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吗？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年的课程呢，非常非常的丰富，因为其实在2009年呢，我们的柯文昌董事长呢，他成立了我们的台湾好基金会，然后以我们乡镇本土为的文化为这个基底，好，然后开始去做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培育计划这样子。那这次今年比较特别，我们有三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音乐营，刚刚我们的嘎令已经有说到了。那这个音乐营呢，比我们去年又再多一区，所以我们有北区、东区还有南区。那所有的原住民朋友们呢，他们都可以在里面学习到非常丰富的东西，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舞台啊，舞台怎么样设计啊，哦，到排练到执行、宣传、行销这些全部都要学。然后第二个项目就是我们的育成台湾好音乐的育成计划。那这育成计划会由这三区我们选出9位优秀的学员做我们的制作团队，他要学习的东西又更多了，幕前幕后所有东西都要学。那最后呢，就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就是我在铁花村唱歌。所以这三区呢，所有的这个甄选这个学员的作品呢，最棒的、最厉害的、最优秀的，今天就会在这边好给大家好好的分享他们的音乐，好吗？我们再一次先给我们的今天会演唱的歌手掌声鼓励。对，那其实去年呢，有学员是第一次站上舞台，就是展现他们的成果。那今天呢，希望大家，你不认识这些学员没有关系，他们用他们的歌曲、用他们创作、他们的故事来介绍他们自己。所以待会你们看演出的时候，要热情的给他们支持、给他们鼓励，好不好？你们进场其实也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那还有什么呢？台湾好基金会在推动这个计划的时候，也获得了很多企业好朋友的支持，也因为有他们，这个计划才能够一直持续。那待会我念到这些企业好朋友的时候，我们要热烈的为他们鼓掌。你们先练习鼓掌，好不好？好。好。那今年呢，有我们的企业好朋友有谁？永源基金会、富邦文教基金会。伟创人文基金会、还有金硕光学、还有 Street Voice 接生、露吹音乐，掌声鼓励给我们这些非常支持这个计划的好朋友们，才能够让这个活动能够顺利的进行，让更多原住民的朋友把他们的创作分享给大家。是，那我相信大家已经想要听我们歌手演唱他们自己最厉害的创作了，对吗？对。好，那我们就要马上掌声欢迎我们的下一位歌手，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周汉翔。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汉翔。好，那我们请汉翔来简单的自我介绍，并且用主语跟他介绍好吗？他瞪大眼睛说：“刚有踩这个吗？”对啊，没有啊，怎么样？我是哈利嘎固，我住在花莲吉安纳豆兰部落。Hello， 大家好，有花莲的朋友吗？有没有花莲的朋友？没关系啊，你们都先举一下啦，让我们感觉你们在我们旁边。来，有没有花莲的朋友？哇，特地从花莲来，因为我们有直播，然后让直播前面觉得我们现场很多人这样哈。有没有从那个国外来的朋友？哇，谢谢你，新加坡来的朋友，加拿大来的朋友。
哦，老板总真的好多人哦，真的好感动哦，马路都塞住了哦，还要有那个警察去管那个交通这样子。好，那我们汉翔呢，第一首他等一下带来的自己的这个创作是什么样的灵感，写出这首歌曲？其实就是我自我介绍，我是一个饶舌歌手。哎，就是那个回应呢，好吧。但是我很喜欢听电音舞曲，所以这一次我做了就是比较热舞电音的部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很喜欢听我唱抒情歌。OK， 好，所以我们听到了吗？他做的是比较电音的歌曲，所以你待会这首歌曲里面也会比较有那种节奏的感觉。对，有节奏感的。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一起跳舞的话，也欢迎跟我一起加入，一起左右摇摆。那要不要先教大家一下怎么跳？简单，我们教帮我拍手就可以了。拍手就可以了，对，等一下我挥的时候就帮我拍手就可以，可以吗？谢谢 ，Love you。好，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我们的周汉翔，谢谢带着一起狂欢吧。周汉翔带的热歌劲舞，你们有没有热起来了？有没有一起跳？有哈，等一下看有跳的，我们去那边自己领一杯好不好？开玩笑的啦。好，那我们谢谢我们的汉翔，谢谢大家。好的，刚才是很快的一首歌曲，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待会会带来稍微比较抒情一点点。哎，这位哥，这位学员呢，他其实在我们是我们屏东厂的学员，然后他年纪非常的小。可是他的声音却很有穿透力，他穿透力是有一种好像来自祖先的声音，但是呢，因为他写的歌的风格是比较属于轻快版本的，所以待会可以跟我们的柔恩小妹妹一起摇摆，好吗？
好，那我们就要掌声欢迎我们下一位歌手，我们的高柔恩，欢迎。好，看这一身这个装扮就知道哈。来，你是哪一组的？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屏东雾台的卢凯族，还有花莲卓溪乡的布农族，我是布鲁族。那你要用哪一组跟大家用族语打招呼？两个加在一起。卢凯语好了。Saba Maganade。OK， 好，那柔恩娜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曲是什么歌曲？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呢？我今天要带来的歌曲呢，叫做《斯奈伊》。那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写这首歌曲？然后《斯奈伊》是什么意思？那也就是唱歌歌唱的意思这样子。那我会写出这首歌是因为在几年前，就是某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然后呢很刚好的我穿了族服，也很刚好的我背着吉他，然后很刚好的就是天气都很好，所以呢就所以很刚好的站在铁花村的舞台上面，也很刚好的有观众来，很刚好的听你唱歌。没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欢迎我们的柔恩带来的斯奈伊，掌声。好，谢谢大家。现在是几点几分？听见窗外鸟儿在兴奋高歌，一旁的乡亲想要也要去唱和。听见外婆的哭喊声，要我赶快起床一起打鱼通风。不远处的外公和太多小米粥，从心里来自由不分。Thank you.
谢谢。哇，这首歌真的很舒服哎，而且我很喜欢他穿族服。等一下，我们才进行第二首歌呢，等一下好不好？啊、至少每先，你至少每先喝一点呢、啊，好不好？铁花放那边还有没有酒？还有哈、哦，哎、欸、哎、欸，等一下大家一起举杯好不好？准备一下零钱，好掏一下。好，就是呢，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很棒，是你看到、哦、他形容歌词里面就是说我回到我的部落里面，看着爸爸在烤肉，妈妈在旁边煮菜，然后姐姐妹妹哥哥弟弟在旁边坐在石头上面唱歌。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返璞归真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在尘嚣里面。我们的工作啊，或者我们的等等，就是环境，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心境。那当回到真正的部落，这种最简单的返璞归真的时候呢，我们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所以呢，我很喜欢他的这一首歌《Smile》，你们喜欢吗？好，那接下来呢，要介绍我们下一位学员，是我们的杜西古，掌声欢迎。好。那我就话不多说了、我就把舞台直接通通交给你了，好不好？可以。好，来，我们可以直接来。来，铁花最终场喽！我们要享受，一起享受，好不好？这首歌叫做自己的歌。
有吗？有在呼吸吗？有。好，接下来是一首悲伤的歌，对不起。好，那我们就先缓和下去。我已经带钱了哦。那我们就来唱这首悲伤的歌。这首歌，下一首歌是，刚刚那首歌是我在音乐营台东区的时候，然后写的一首歌，也是今年很热腾腾的一首歌。然后下一首歌是在我刚学会拿吉他的时候写的一首歌，有点，以前可能写歌只想写歌，就比较没有那么比较没有多想。然后这首歌在七八年后被拿出来，然后借由老师他们编曲，然后等一下会呈现给大家，大家可以听听看。这首歌叫《独香水》。
谢谢我们的独溪谷戴特斯的两首他自己的创作。刚刚那一首呢，《独香水》，他说一次又一次的谎言，明知道心里有鬼，可是我还是被骗了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有一次啊，有时候谎言有时候是自己骗自己的，因为我们愿意套牢在那个爱情里面。那当然，我觉得被骗很好啦，被骗活该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才可以听到那么好听的歌曲嘛，对不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欢迎我们下一位，我们的歌手是我们的玮琪，掌声欢迎。好，玮琪，你跟大家自我介绍，然后你是来自哪一个族的？哦，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屏东牡丹乡八窑部落的台湾族。那你会用那个母语跟大家打招呼？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朱古。朱古，朱古，他看起来小小只的哦。你知道他是高材生，而且你读什么系？我读法律系。呀，未来的律师哦。现场有没有什么婚姻想要协助或家庭的？好，请找我先咨询哦，先付3000块给我。好，那你要带的这首歌曲的创作是什么样灵感写出来的？就是我刚好大学毕业2个月，然后去参加音乐营的时候，是，刚好听老师说关于迷路的事情，然后就写这首歌。好，那我们就用心的去感受你的歌词里面的内容，好，然后跟大家分享美妙的声音，好吧？好，好，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玮琪。世界有很多
谢谢，啊，怎么这么好听的歌曲啊？太好听了吧，舍不得离开哦。再一次掌声，谢谢玮琪。好，哦，这首歌真是太好听了，就是迷路而已。他这个好像是形容说，我准备要出社会了，然后对未来的那个茫然、那个无知。但是我认为，困难它很像一颗顽石一样。如果你是弱者，你会觉得它就是绊脚石。但是如果呢，你是强者，你就会觉得他是你的垫脚石，好不好？而且我们人生真的一定要遇到一些困难，你才会怎么样？才会成长，才会长大，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呢会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好吗？那我们休息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哦，我们投影幕这边呢也会播放我们这三区北区、东区、南区的学员，在我们学习这个过程中的一些花絮，好吗？好，那当然这边还是要说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有现场直播哈，所以呢可以帮我们大力的分享我们的铁花村的脸书，还有我们的台湾好基金会的脸书都有直播的这个连结，请帮我们分享好吗？那我们现在中场休息十分钟，待会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等着你们。最深刻的是在上课的时候，很多老师都有 提供很多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然后在学习上面跟很多朋友认识了很多朋友，啊，也从他们学习音乐的过程中让我学习到更多以前根本没想过的事情，比如说唱歌怎么唱啊，表演怎么表演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在这几年的课程中学到非常多，就是不管从文化方面还是从各个音乐人的身上，都可以学习到如何把他们就是用在自己身上，然后让自己的音乐变得更好。最印象深刻就是我们课程结束之后，晚上呢就是有一群人，就是我们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就是会聊聊天啊，然后就是聊聊彼此的音乐啊，就是我觉得在这当中有激荡出那个一些音乐的火花，对，我觉得这是很非常难能可贵、很棒的事情。在团练的过程中，老师们都很专业，就是
可以现在知道，就是要当一个歌手这么的不容易这样子。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还有我的歌，是一路。那我要感谢的是，每一个来帮我们上课的老师，他们都很像是一个惊喜包一样，让我们看见很多以前没看过的画面，或者是各方面的知识，这样，各种惊喜。然后也要感谢很多乐手老师，很多组的工作人员，让我们无忧无虑的，就只要唱歌、分享、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这一次参加演习。学习到非常的东西，尤其是把自己的作品跟这么多的乐手老师一起合作搬到 Live 舞台上面呈现，我觉得非常开心。很高兴这次可以参加我们夏日的音乐营，然后让我知道了我在创作上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突破，还有可以把我的作品跟乐手老师合作一起搬上更大的舞台表演。中间过程中有很多的艰辛修改，更让我知道说很多东西都需要自我沟通，所以我觉得我虽然很多，谢谢。学习到其实是蛮多关于自己本身族群的东西，光这次参加了没有上台演出的机会，我了解到因为自己前段时间做音乐，在一个小房间没有跟人家搭配，而这次有跟乐团合作之后，会发现到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但东西可以去慢慢的去做，变成一个自己的想法方向，也很确定自己的方向。我收获最多的是贵哥的音乐课程，教我们如何在台前或者是幕后，然后去处理这些设备的情感。如果之后或者是在舞台上面，不管是在幕后底下，我都可以将这些学习到的知识学以致用，当然没有简单的事。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上课的时候，很多老师都提供很多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然后在学习上面跟很多朋友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也从他们学习音乐的过程中让我学习到更多以前根本没想过的事情，比如说唱歌怎么唱啊，表演怎么表演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在这几年课程中学到非常多，就是不管从文化方面还是从各个音乐人的身上，都可以学习到如何把他们就是用在自己身上，然后让自己的音乐变得更好。最印象深刻就是我们课程结束之后，晚上呢就是会一群人，就是我们会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就是会聊聊天啊，然后就会聊聊彼此的音乐啊，就是我觉得在这当中有激荡出那个一些音乐的火花，对，我觉得这是很非常难能可贵、很棒的事情。在团练的过程中，老师们都很专业，就是会细心的指导，就是要当一个歌手这么的不容易这样子。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还有我的歌，是一路。我要感谢的是，每一个来帮我们上课的老师，他们都很像是一个惊喜包一样，让我们看见很多以前没看过的文化面，或者是
方面的知识，加各种惊喜，然后也要感谢很多乐手老师，很多做我们工作人员，让我们无忧无虑的就只要唱歌分享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这一次参加研习，学习到非常的东西，尤其是把自己的作品跟这么多的乐手老师一起合作搬到 Live Band 舞台上面呈现，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很高兴这次可以参加我们夏日的音乐营，然后让我知道了我在创作上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突破，还有可以把我的作品跟乐手老师合作一起搬上更大的舞台表演。中间过程中有很多的艰辛修改，更让我知道说很多东西都需要做沟通的，所以我觉得我受益很多，谢谢。能学习到其实是蛮多外资自己本身出去的东西，光这次参加了没有上台演出的机会，我了解到因为自己前段时间做音乐在一个小房间没有跟人家搭配，而这次有跟乐团合作之后会发现到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但东西可以去慢慢的去做，变成一个自己的想法方向，变确定自己的道路。我收获最多的是贵哥的音乐课程，教我们如何在台前或者是幕后，然后去处理这些设备的情感。如果之后或者是在舞台上面工作，还是在幕后底下，我都可以将这些学习到的知识去滋养。再不要简单的事。
我实在很不想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歌曲实在已经是融化我的心，也融化你的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融化你的心，请让我们融化好吗？请让我们融化好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下半场的歌手即将要出场了。那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下半场的第一位歌手是谁呢？是我们的叶王一轩，掌声欢迎！呀、yeah, ，都是你的亲友团哦。你花了多少钱请他们过来？$10。好，那你用你的主语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还有你来自哪里？哪个部落？哎，马里马路马沙路。然后我当然也里面那名，我是来自台东县金峰乡振兴村的叶王一轩。哎，好，那因为你带这首歌曲很特别，而且很其实也蛮内心的，可以介绍一下你这首歌差异里面在写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是什么心境写出这首歌曲的？先从心境好了，心境就是我在跟我们的贝斯手尔文在聊天的时候，就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歌。啊，这首歌最主要是想说，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想要加入你的世界，啊，希望，可以在你的世界里面有我的存在，这样。还有，你们的世界有没有另外一个人存在？也许没有，也许有，但是待会你们听了这首歌曲之后，没有的就有了，有的可能就变没有了。好，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叶王一轩。我和你就像猫跟鱼，存在差异却互相吸引。你爱阳光，我却爱下雨，想要出去就想要更明。如果可以，我想和你一起去旅行，沐浴在你爱的阳光里，听蝉的声音。如果可以，我想和你一起去淋雨，聆听下雨天的风景，那是我最享受的事情。Gentlemen， 谢谢我的叶王一轩，谢谢你带来的这么好听的歌曲。我觉得他这个歌曲真的是很棒，因为我觉得人人往往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会像他歌词里面就是我像一只猫，
然后呢，对方像是金鱼一样，我们有很多生活上面的不平衡，但是我们可能为了他而改变我们自己。但我想说的是，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忘了先爱自己。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先忘记喜欢自己这件事情，因为往往可能过程中你会忘了什么是做自己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上面达到一个平衡点，真的是需要练习。但是在爱情里面就是两个字，无解，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歌手已经准备好了，是我们的柯伟。大家好，跟大家用主语介绍一下。马沙鲁，我的名字叫做柯伟，那来自太武乡屏东，那我另外的血统是瑞穗的河光，谢谢。呀，那你今天呢这一首的创作歌曲呢，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很想分享。你是怎么样心境写下这首歌曲的？这首歌是写给我的奶奶的，奶奶在我们台湾族叫做呜呼，大家念是呜呼呜呼，哎，呜呼就是奶奶，跟奶奶同辈的都叫呜呼，因为我的很多的回忆，有小时候的回忆都是在我的奶奶身上，所以就写了这首歌，叫做《回忆的呜呜》。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柯伟。消失后
终究抵不过病魔，越老越来越沉默，双脚渐渐走不动，没人拴起十字绣，没人到这老处就，没人晒干笑语。Thank you， 谢谢，来自柯伟自己写的歌，叫做《飞的舞步》，谢谢。掌声鼓励给柯伟。有人哭的吗？有没有流眼泪的？谁？有，还有没有人哭？哎，你还不要走。哎呀，原来我还要讲话呢。对不对？因为你这首歌非常的有感情，让真的就是在后台的我也有。了一些有感觉啊，对对对对，你要不要介绍这首歌曲你的创作的来源，或者是你想要表达给传达给大家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OK， 其实这个是对我奶奶的思念啊，这个姑姑就是姑姑就是奶奶的意思哦，是跟奶奶同辈都是叫姑姑了。对，那这首歌曲呢是在我大概二月的时候写的，那因为我的姑姑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离去嘛，所以。这首歌是对他的思念啊，相信大家应该也是有对很多已故 的人的思念了、啊。那这首歌就是献给他的，这样子。好，那如果想要再听你的音乐的作品，或是想要认识你这个人的话，他们可以去哪里找你？其实可以来这里找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平台啊，接生啊，或者是 IG 啊，或者是脸书粉丝专业之类的。搜寻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做李科卫，科学的科，安慰的卫。其实现在就可以开始搜寻了哈。来来来，有拿手机的李科卫，应该都有 FB 了哈，可以帮我搜寻一下李科卫，可以找得到我。那我也有乐团哦，找到我就找得到我的乐团。啊，如果想要跟你借钱的话，也是可以吗？尽量是不要的。哦，因为我可能也会跟你借一点。如果对他的音乐作品或者是他的故事有兴趣，想要追踪他，或者是你之后可能会不会在哪里表演演出，都可以去追踪他，好不好？科学的科，安慰的慰，李科慰，掌声鼓励。Yeah. 好。那在这个两天的我在铁花村唱歌的活动呢，除了学员们的演出，其实我们呢也有特别来宾。你们知道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吗？好的，答对了，就是安董。那安董呢是我们台东在地的歌手，那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接触到音乐。然后呢怎么样，出了两张专辑，也有参加一个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的比赛，叫做森林之王，有没有听过？有吗？那他最有名的歌是什么歌？不离开。有没有买他的专辑？没有，安静。那我也没有办法救了。好，好，那如果你不认识他没关系，他接下来用他的歌声让你们认识他，好不好？来，把你们手放在胸前。来来来，每个人把你们手放在胸前。没有的，我等一下下去哦。来，掌声欢迎安董。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那我今天要唱一些我的创作，第一首歌叫做你就像风一样，那是我今年的一首新歌，那大概是在三月份左右的时候写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写给我的阿嬷的，就说你永远都会像风一样陪伴在我这边。好，再来这首歌。来了，拖着一箱
的心里，走进大门说我回来了，我的爹地。本来一桌是热闹的客厅，这一次我们聚在一起，喜欢站在门外橘黄色的天里，我知道你会慢慢靠近。谢谢。刚刚这首歌叫做《你就像风一样》，然后在上个月的时候，这首歌叫做《回家》，然后刚开始做这首歌的时候叫做《法力》，就是说这首歌有很多的歌名，但它的意思都是，我的家人都会陪在我身边。好，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今年的一首创作。也是比较新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想见你》，是我今年我今年有谈了一场恋爱，然后，没错，然后我就在这个心情里面学了这首歌，好，这首歌叫《想见你》，这是我还没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的一个心情。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听，希望大家会有画面。给自己安排一些时间，特别期待这一天是今天，发了些讯息，希望被看见，要亲的上前会不会出现，被拒绝了是不是被讨厌，可能这只是他的考验，又再一次见面，电影院的空间，你的他想你多话就变成我只想见你，在日出的那
久，很办法找到更靠近的理由，他会不会喜欢我还需要等待，不安的情绪焦虑到快崩了，他一举一动都在勾引着我，眼神有很多的细节我却猜不透，太多温柔的举动把我的心勾走，忍不住在他的眼睛深细语感受，今晚的时间就留给我来等爱，钻进你的被窝，而现在双流着谢谢，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刚刚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情绪，然后就自己乱哼乱唱，好听耶，喜欢，喜欢。你好会唱歌哦，谢谢谢谢谢谢童勋老师，我现在才知道。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是写给我的妈妈的，这首歌叫做《妈妈说》。那，我有发了两张专辑。那妈妈说这首歌是在我的第二张专辑的其中一首歌。那里面说着我他在我心中的样子，然后我在这边唱给大家听。等你陪我吃一顿
是要对我说，你永远永远永远爱我，这样就足够。谢谢，谢谢大家，感谢感谢。这首歌叫做什么？是有的，好，是有的。这首歌叫做《妈妈说》，好，对，没错。希望身边有你爱的家人的，可以在这首歌找到属于你们的感动。咦，讲这种话呢？创作歌手。好，接下来这首歌叫做《黑洞》，那也是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曾经玩过团的一个朋友的一个心声，在这边唱给大家。撑起我的家，不经意的放下，却筑起了这个墙。只用了一句话，却打破了我的心脏。以往的想法，一刻就会被遗忘。跳舞啊！
谢，掌声鼓励给安董。我要访问你哦。好的。安董呢，他的安就是安静的安，董事的董。那其实呢，我都叫他弟弟啦，因为他就是我的表弟这样子，不好意思大家。我们就是出自于同一个家族这样子，对，住隔壁，是隔壁隔壁。对，隔壁。然后我想要访问你，就是你自己从小，其实他呢在国中的时候有参加我们的国中、高中，就是未成年的时候有参加粉风音乐团比，那时候是乐团比赛，是。然后在青少年组的时候，他们得过了铁花村的粉风乐团比赛的铁团长，也就是青少年组的第一名。当他们成年的时候，再参加这个比赛，又获得了第一名。对对对对对，掌声鼓励好不好？六六六六六六六。然后之后呢，你就。高中毕业后上了大学，然后你后来也做了专辑，参加比赛，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自己也经历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过程这样子。那对今天的学员或者是对音乐有兴趣的朋友们，接下来想要往这个兴趣发展或者是接触的话，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好啊，我可以说我自己心中。就是做音乐的感触，然后为什么可以想继续持续？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创作是一个分享，就是我心里面的故事分享给大家。那我觉得就这样子就很足够，就是那样子的能量会想让我去创作，那可以让自己的音乐说服自己，就是我今天做了这首歌，我自己有被感动到，那。我也愿意给大家听，希望大家会有相同的故事，这样子。好，跟大家说一个秘密，刚刚他在唱妈妈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默默的听到一个和声？是女生的声音，你们有没有听到？是他的姐姐，他的亲姐姐一景的声音，掌声鼓励给他。好，那接下来你有没有什么会有新作品啊，或者是？如果大家想要继续听你的音乐，或是知道你可能在哪里演出的话，要去哪里找你？好的，就是接下来我家的隔壁找你。就那我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就我现在比较少在创作，因为都在工作。但像我今年就写了刚刚分享的这两首歌给大家。那我也有跟其他朋友一起做创作，对，然后我有去参加创作营。然后也有把歌曲顺利的卖掉，但是会在哪里听到呢？会在哪里听到呢？我也不知道，卖给别人了。那如果有一天啊，这个买方有分享的话，我再分享给大家听。还要等，反正如果你们等不及的话，你们就去那个安静的安，董事的董的粉丝专页去私讯他什么时候要卖掉，卖掉了吗？这样子。或者是你们就可以现在去各大的那个音乐串流平台听他前两张的专辑《失物招领》跟《顺着海流》。好，那再次的掌声鼓励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安董。谢谢，谢谢，谢谢。他说拜不好，有好听吗？你们有没有传到你们心里面？不管是妈妈说，或者是想见你，或者是唱给。外婆的歌，你没有传到心里吗？我今天有看到第一届的学员来到现场，是不是？掌声鼓励你啊！去年我们在这个台上，我是不是有访问你？对不对？那他呢？几步路，对不对？他在之后呢，我们铁花村在例行的演出的时候，也有邀请他到我们铁花村来分享他的音乐、他的故事。所以在铁花村的舞台上呢，不只是课程结束就结束了，我们就是还有很多延续后面很多很多的时候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学员齐恩在哪里？嗨，嗨，哦，好，我有没有声音？嗨，大家晚安。有盛装，有穿西装外套，就是盛装。有点紧，太久没穿。太紧张，那你会紧张吗？还好啦，还好。哦，还好。
那你今天的歌是比较快一点的，还是抒情一点的，还是怎么样的？你希望底下的朋友们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回应？ 比较抒情一点的。所以他们要开手电筒吗？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对。手电、就是、有人带头灯吗？头灯也可以开、啊、头灯也可以啊，对，好不好？有手电筒。把我当山猪照会反射。好，在他可以介绍他之前，或是用他的音乐介绍他自己之前，来，你们手电筒准备好？有电吗？手机都有没有电？有，检查一下哦。那先用你们的。哦，有，那边有了。哇，好，谢谢。好，那先用你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齐安。再来接手。你想说。Yeah.
除了我们的前面我们唱歌的歌手以外呢，其实我们站在后面的也都是我们这第二届的这个学员哦，吼，所以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棒。想说，你们有没有想说对想说的人说？有没有？趁现在想要表白的，还是那个谁欠你钱很多年没有还的？有没有人想说的？我们利用我们这个直播把你的爱分享出去，有没有人？没有是不是？好，谢谢你们啊。OK， 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欢迎我们下一位的选手出场了。选手已经变成那个歌唱比赛了，有没有？我们欢迎我们下一位的学员，是我的班奈。好，班奈跟大家简单的用主语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嗨，你好，塞格嘎马布隆，是班奈古拉斯古安安努马古，是什么族？我是阿美族，大家刚才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有，那你们装一下嘛，你们听得懂？啊哈，好，因为你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呢，想要给观众感受一下这个歌词在写什么，然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境，想要带领大家进入什么样的世界，好不好？好，这首歌它的歌名叫做《天亮了》，然后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蛮矛盾的歌，就是大家也可以听一下，就是。它歌词虽然是蛮悲伤的，但是我待会的曲风会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左右的摇摆，然后有点 chill， 然后就是放松。假装我们现在感受我唱的歌，然后这首歌就是它一直是在说，虽然跟我一起摇来吧。我身边的这个人目前还在，但是我很怕他某一天突然消失了，所以我很紧张，我拜托他。但是我要用一个很从容的态度去表达。哦，所以就是表里不一嘛，哈，简单来说，哦，口是心非嘛，哈。是的，口是心非。好，那我们来听一听我们把奈带来的这首歌曲《天亮了》，掌声欢迎把奈。Thank you.
躺在床，不要起床就看不见你的模样，不要想念就摸不到你的胸膛，不要害怕就一个人面对着天亮了就是自己躺在床，不要起床就看不见你的模样，不要想念就摸不到你的胸膛，介绍一下，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是我们另外一位学员，他创作的，是我们的依琳。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的依琳，来说说一下他是如何创作这首歌曲的，好不好？原创者是我们的大学长，他也是我们第一届的学员。嘿嘿嘿嘿，嗨，各位晚安。好，只有前面有人，后面好像没有人。嗨，大家晚安。晚安。好，这首歌呢，其实有一次呢，我在家里，然后我就想说，我想要写一个从女生的角度，但其实我不太了解女生的想法，偷偷透露了什么？对，所以我就想说，可能用女生的角度去写一个，其实她自己很害怕受伤害，但是呢，她要用很嘲讽。为什么会嘲讽？就是因为她的旋律是 Bossa Nova， 比较轻快的一个旋律，所以就会让她就是有一种嘲讽。感觉自己我很坚强，但其实我很害怕受伤，对的一个感觉，然后就写了这首歌。那也很谢谢由我们的大板内帮我们唱这首歌。Yes， 大板内好听吗？很凶的，好听吗？好，那我们谢谢我们的板内，谢谢我们的依琳。那依琳也是明天我们的会在我们这边跟大家分享她的歌曲哦。好，那谢谢板内，谢谢。好。那这首歌曲呢，爱情，其实我觉得爱情它很像是一出戏，那这出戏你要在这个戏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其实不要忘记我们在爱情里面真正在写剧本的人是你们自己，所以你可以用什么样的选择去选择你的爱情，你可以用悲观的角度去看，或者你可以用正能量的角度去看，它就完全改变你之后的生活方式，好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我们的下一位歌手会是谁呢？掌声欢迎我们的歌手是谁？有没有觉得很面熟？是的，她就是我们的柔恩妹妹。刚才已经带来她的这个抒情歌曲，对不对？那接下来呢？这首歌，你是什么灵感写这首歌？你先介绍一下歌名是什么，好不好？注意听哦，等下考你们哦。好，请说歌名。这首歌叫做《隔壁姐姐像妹妹》。好，请问她到底是姐姐还是妹妹？是姐姐还是妹妹？你说，戴帽子的，你说。对，标准答案，因为永远女生不会觉得她自己是姐姐，好不好？永远都是最年轻的，好吗？好，那你讲一下你这首歌曲是什么样的心境写下来这首歌呢？我这首歌呢是在我参加这次的音乐营的时候，刚好我们就有分组，是那跟我一组的这个学员呢，他就是要想这个为我量身定做的题目，那他就取了这个隔壁姐姐像妹妹的这首歌名，然后我就把它词曲出来，这样子。OK， 那我们待会呢，因为我们后面有这个投影幕嘛，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歌词好不好？里面有很多隐藏的玄机，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柔恩带来的《隔壁姐姐像妹妹》，永远的妹妹，十八岁。谢谢咖啡。
谢谢，谢谢荣儿，还有我们的和音小天使，在的隔壁的姐姐向妹妹，有没有很好听？大家跟你们说，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今天的那个演出要来到最后一首歌曲了。那当最后一首歌曲的时候，你们知道你们要做什么吗？你们有责任的哦。我们要一起站起来，一起舞动，一起跳舞，好不好？这首歌呢，我要欢迎我们的柯蔚，因为柯蔚写这首歌呢，非常非常的好玩。我们请他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这首歌叫做《忧的血》，对不对？那所谓的忧的血是谁忧？啊，谁的血？我的血了，没有。是我们的血，我们的血，每个人的血都是非常优秀的哈，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个体，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才写出这个《忧的血》这首歌，还比较轻快一点。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台下的人，没有都是忧的血，好不好？如果他们忧的血，可能会跟你在台上一样，有一样的动作，要有一样的舞动这样子。我希望你们不要做的那么端正，是，好不好？对啊，待会我们下面也会有舞蹈老师带你们跳，好不好？请看右手边，舞蹈老师请举手。是哦，是他就是我们的周汉翔，好不好？也是我们这次的学员这样子。对，我们平常工作礼拜到礼拜五工作已经太忙了，为什么不能让今天好好的放松放肆呢？没错，我们一起来开 party 好不好？来，我们欢迎我们各位的右大帅，放肆一下哦 ，party time。我的身体撩着千年线，说着不变千年的语言，很棒很棒很棒。你看我有着山水的眼，还唱着千年不变的语言。来喽！我们靠近哪里不穿拖鞋？那脚在石头一样坚不如飞。Disco。我真讨厌你偏激的脸，好想好想再跟我说丢脸。动起来，嘿！我们就是你的卑微天真悠闲，哪怕我们最讨厌心动需要思念，交通中的无尽缺陷，天然光明的我们要站在同一线，不要匆匆又相对，了解我们的文化依然有些甜，和我们的体验那早已有钱，跟着我向前走，一起去世界舞台是致命关，你别让我们冷却，我承认是我的语言，你要跟着我还跟着自己走，手牵手那不要放开手，我越过祝福就越多，谁还说
非常辛苦的乐手老师们，我们先谢谢我们的 keyboard 手是玛利亚，掌声鼓励继续跳舞哦。谢谢我们的 Melita 的右旋吉他手，谢谢我们的吉他手哈利，还有 the bass 手我们的二文，最后谢谢我们的鼓手的任杰。来，加上你的时间了，镜头给他们。来，想跳舞的朋友有没有？虽然明天还有一天，但是每一刻都要当成最后一刻去享受，好不好？活在当下。柯伟，要不要再来唱一段的歌？柯伟，柯伟。接下去好不好？我们的彩排是这样子哦，如果我们接龙二接到五这个了，我们不会结束哦。我们后面的课，我们的宾客可不可以后面接下去？我们的大会舞，接下去，来接下去哦，接下去，算一算哦，至少要50个人，我们才能结束。晚上8点在我们的铁花村一样，我们是无售票，直接进场，请把你的身边的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拉过来，跟我们一起享受，跟我们一起开 party。
耶！如果你今天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害羞，你刚刚没有起来跳舞，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的欢迎你们来到体华村的现场。那今天呢，有这个非常棒的活动，非常完美的活动，我们还要再次的感谢台湾好基金会，耶！还有我们的企业好朋友永源基金会，富冈文教基金会，伟创人文基金会，金硕光学 ，Three Voice 接生，还有我们的 Blow 吹音乐。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不管在线上或是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进行的锁定铁花村，还有台湾好基金会的粉丝专页。还有，如果你还在的话，明天大概也是七点半的时候左右入场，要再来好不好？好。好，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结束，我们下课，拜拜，明天见。好，现场的朋友们，非常谢谢你们的今天的参与。如果有空杯、空瓶、空罐，麻烦帮我们拿回这边吧台。共用的物品千万不要忘记带走。再次请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体华村所有员工，谢谢你们来，欢迎你们来。希望你们今天刚刚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大家晚安，拜拜。大家晚安。如果想要追踪我们今天的歌手的话，可以上我们的铁花村，我们的那个粉丝专页都有我们的这个活动。粉丝专页，对，上面都有信息哦。可以留言哦。明年想要报名的也都可以哦。耶、yeah, ，谢谢，晚安，拜拜，谢谢我们的 family 的做事有。是还要谢谢我们铁花村的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我做了一个梦。好，那我们铁花吧台呢？最后 last order 就最后点单的时间是10:40，现在只有罐装。如果想要继续享受这个夜晚的朋友，10:40以前，请到我们的铁花村的吧台去点饮品好吗？大家晚安，拜拜。